有一颗土豆可以飞出甘肃。自己榨的辣椒油多来点。哇，这宽粉太有食欲了。这一大碗肉末土豆泥真是幸福感满满。欢迎大家来到肉姐的美食频道，今天我吃的是这些，当当，肉末土豆泥，这个是大头菜炒的宽粉。我为啥加这么多的辣椒呢？因为这个宽粉是甘肃的土豆宽粉，必须多搁点辣椒啊。甘肃麻辣烫咱吃不着，整点这个宽粉解解馋啊。话不多说，准备开动了。我天，老好吃了，筋道爽滑，香辣入味儿啊。就在我以为快到头的时候，它居然还有。喘口气，该死的胜负欲必须死磕到底。我一度以为我捋不着头了呢啊！这家这粉儿比火车道线还长。哇，好辣呀！我这辣椒油炸的也是特香，我用了三种辣椒啊，那味儿真是绝绝子，配上这个宽粉儿，哎呦啊，爽！感觉这种宽粉吧，一定得配上点辣椒或者是麻酱吃，更过瘾呢。二米饭，啊，哎呀，淌眼泪了。舀勺土豆泥解解辣，土豆泥加上这个炒香的肉馅儿，简直太完美了。你们爱吃土豆泥吗？没肉馅儿了，加点肉馅儿。这一大碗肉末土豆泥真是幸福感满满的。这大头菜全衬底儿了，哎，吃上一口疯狂飙泪呀！肉馅跑底下去了。
有没有小伙伴就是吃面的粉的，一定也得配上一份米饭的，你们试一下啊、哦、真的是双倍快乐呀。我现在已经完全不敢吸了啊、哦、特别怕呛嗓子。我这次做的特别香辣，老有滋味了。今天这一顿全是碳水啊。我这个粉儿吧是玫瑰姐帮我焯八成熟，大概我就捞出来了，捞完了之后呢再跟那个大头菜一起炒的。我这衣服现在基本上就是废了。OK， 本期视频拍到这就结束吧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